小朋友，你们好吗？我是萱萱老师，今天要来教你们做小青蛙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跳跳，你看它会跳耶。为什么它会跳呢？超级厉害的，我们再来试试看。你看它真的会跳哦。如果你也想做的话，你一定要加入我们。首先先选一张你喜欢的色纸吧。我想选深绿色。好，看一下你的色纸，我们要开始咯。先把色纸呢翻到我们的白色那一面，如果你是双面的色纸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哪一面哦。总而言之，背面就是不要让人家看到的那一面，就是折在里面，像这样。我们要把它角对角，线对线，把它折成一半。这次要折的是直的一半哦，不是横的一半，直的一半。但这个地方呢，小朋友可能会比较不顺手，因为它是直的嘛，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横的折完之后，再把它转正就可以了。先像萱老师这样折成直的一半，把它按压好，然后呢右上角的地方再轻轻的折过来，线要对线哦，最顶端的角记得要维持尖尖的。你看像这样，然后把它打开，另外一边折过来，让右边上面的角尖尖的，线要对齐线。我们现在是要帮它做一个折痕，这个折痕呢是小青蛙的头部，所以呢一定要把它折得很对称才可以，这样子它的头呢才会有漂亮的形状哦。中间的点点我们要往下折，就是刚刚才有呈现十字形，中间有个点点，我们把它往下折，像这样打开之后就有个叉叉跟一条横线，我们这个横线呢再往后凹折一次，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容易做。记得太快都可以按暂停，像这样。好，看哦，现在我会放慢速度，我们两边的角，对，这两边的折痕，先把下面那层往下压下去，按好，这样子按好，上面这个地方就可以比较简单的，如果你把角捏起来，上面的顶端的角捏起来，就会比较容易把上下两层合并。慢慢来，我等你。太快你们都可以按暂停，像这样，然后把它按压好。你看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双层的三角形，有没有变成双层的三角形了？如果你已经成功了，那就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旁边有其他小朋友，你可以帮助他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角呢往上延伸凹折，这个凹折呢它是它小青蛙的前脚，你折起来的话会有一点像翘翘的两个小眉毛，对吗？接下来我们下摆的地方往上折，对齐的呢是刚才呢的接缝处，这个接缝处，对，这样折上来。好，这样就已经有个青蛙的形，我们现在要先把它折对半，在下面的地方让它有一个凹折线，等一下还要打开的，像这样，等一下还要打开。我刚才只是帮它做一个对称的线，这里对称的线，为什么要做对称的线呢？因为我们要把这两边哦，左右两边的边边对齐，这个线折进来，这样子就是折进来。那上面两个翘翘的就不要盖到它，我们要折进来，上面的两个角呢要在这个层次的上面，像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把下面这个地方把它折上来，一样要对齐这个小小的，有看到中间有个洞洞吗？对齐这个洞洞，按压好。现在纸越来越厚咯，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按压确实，如果没有按压确实的话，很容易它的后脚就不容易做漂亮了。对，接下来把它摊开，就是刚刚折完之后，然后现在把它摊开。为什么要摊开？因为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地方，有没有看到它有个小小的那个方块？
我们把它这样子掐一下，左边有一个方块，掐一下，让它变成一个斜角，因为这个是要做它后面可以弹跳的小角。然后这样子，左右两边往内推，这样子左右两边推，就会变成它的后脚了。然后它的这个后脚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把它往下，往下让它变成就是像这样子的踮脚尖的踮踮脚，这样子有看懂吗？这样有四只脚哦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两只脚呢，我们还是要再往外啦，因为青蛙其实脚是有点外八的。我们刚刚只是先给它多一个弹跳力，对，我们现在又要把它往后。后下方折，你看其实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像一只青蛙了，对不对？但还没，我们要把它折半，对准的线就是刚才那个小肚子的那个肚脐的地方折半，再把这个屁股的地方呢凹折一半，折回来，折下来，注意这个地方很硬哦，要小心，哎呀哎呀，压紧压紧，对的。如果你也成功的话，你看看，把它翻过来，它就是一只小青蛙了，诞生，它可以跳了，嘿嘿。你可以多做几只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还可以跟朋友比赛，或跟兄弟姐妹比赛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准备一个竞赛的场地吧。拿出你的笔，可以是彩色笔，可以是圆珠笔，可以是像轩老师准备的这个奇异笔都可以。猜猜看，我们现在在画什么？不是毛毛虫哦，我现在在画的呢，是一个池塘旁边的小石头。有没有看过池塘？台湾好像，市区比较少有机会看到池塘。池塘，你看，可以帮它种一些，不是，是长一些小草。然后里面呢，可以帮它加几只可爱的小鱼。鱼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画侧面，这次轩老师画一个从上面看下去的大正面给，大的辅正面给你们看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来画比赛的赛道了，好像那个我们的操场一样，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跑道，这个跑道呢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比赛青蛙看谁跳得快，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。哥哥姐姐跟你都一起各做一只，看谁的最厉害。你们知道青蛙吃什么吗？小朋友知不知道青蛙吃什么呢？原来青蛙吃的是蝴蝶，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漂亮的蝴蝶。青蛙除了吃蝴蝶之外，苍蝇也是吃的哦。蝴蝶呢，轩老师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画，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画蝴蝶不是像我这样画的，都只有帮他画他的肚子就直接接触须了，其实不是的，蝴蝶是有头的哦。好，你看我画好了，我没有上色，你们可以再慢慢上色哦。现在我要让选手进场了。好，这两只是选手，这两只呢是观众。哎呦，这只绿色小青蛙忙着要去吃蝴蝶的样子，好，有点残忍。我把它放到池塘来，好，跳，你看，哎呀，怎么翻倒了？再一次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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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又跌倒，跳，跳，跳，哈哈，绿色的又获胜了耶，粉红色的已经爬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它头好晕哦，我们换下一只来试试看。还是遥遥领先，你看，跳，他已经偏离跑道了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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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他急起直追，他没有放弃哦，你看，真的很有运动家的精神呢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快来加入我们一起玩吧，约你的好朋友，期待你的作品分享哦。那我们跟你说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